特制 cheese 白酱香气扑鼻，墨西哥饼皮包裹米饭、鸡肉，很有饱足感。微波加热不用2分钟，特制 cheese 白酱笔管面出炉，上头点缀黑松露，风味浓郁。它底下疫情期间其实很不感到外面去用餐，或是跟男朋友聚餐，我觉得非常的有仪式感。疫情之下也有吃的小确幸，超商通路西手星级饭店餐厅推出新菜色，这款主厨特调沙拉就锁定尝鲜客群。食物里面有 鹰嘴豆，还有凤梨麦，那都是提供非常好的这个优质蛋白，搭配我们这个柚子醋酱，那在夏日的时候来食用，非常的清爽，没有负担。那这些由主厨特别为我们开发的鲜食呢，在商品也非常具有差异化，所以消费者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会持续推出。瞄准防疫居家商机，超商通路打造星级料理，携带就近便利优势，成功带动业绩。是我们跟一些新级的一些餐饮或者是饭店或是米其林的这些餐厅合作呢，消费者的反应都非常的好，这个新品上市之后，业绩成长1到2成。超商与知名餐饮跨界联名，再推新品，带来加成效益，合力抢攻宅经济。三新闻余琛虎、谢凯轩台北采访报道。